儿童新款双倍学习桌椅，小款学习桌，可调节的桌面与书架角度，适合3到10岁的儿童使用。桌面尺寸约为51×70公分，抽屉隔间设计，物品轻松放置，两脚一踩往上抬升高度，抬升到最高处即可向下收合。中款学习桌可供置物的宽广空间，防眩光护眼睛桌面，桌面尺寸约77×59公分，边缘凸起避免文具掉落，手摇式把手调节桌高更加省力，随时调整最佳阅读书写角度。抽屉隔间设计，分类物品更加便利。书桌侧边可加装背包挂钩。大款学习桌，墙面一部分可挂上置物盒，并具有磁性能吸附磁铁。桌面尺寸约为87×59公分，耐磨材质防反射护眼睛。大容量抽屉空间尽情放置物品，手摇式把手快速升降书桌。查阅身高表调整至合适高度，视情况调整最佳桌面角度。双倍学习椅靠垫随背部姿势移动，保持舒适感。超柔软坐垫，整体最大承重70公斤，调节座椅为孩子选择合适高度，拉伸到最高处即可向下收起，为孩子创造健康与舒适的学习环境。